男友是真心的吗？合作伙伴心怀鬼胎，小人溃散，知人知面更知心，找不到事业方向，跟对老板了吗？了解你关心的人在想什么？爱在暧昧不明时，登高望远人生，这些都是塔罗牌能解答的典型问题。塔罗像是套神奇的心灵与时空的观测工具，帮你厘清现实面的人际与利益关系。但这还不是你应该学点塔罗牌的真正原因。如果只要厘清人生实际问题，你大可以找值得信任的老师帮你占卜。而如果亲自学习塔罗，你将可以借由塔罗认识自己的灵魂原型与能量本质，掌握并运用原本就在生命中的资源，并且能理解别人对你愤怒与离开的原因，看清人际与生命中的结之谜。在练习的过程中，透过塔罗牌的图像引导，更能训练水平思考力，培养洞察力，达到提升心灵能量的作用，就像是心灵 SPA 平衡并开发你的灵性能量。学习塔罗牌将会是你奇妙的心灵能量锻炼之旅。